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潮语人我演小明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曹凯仁我演老师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徐曼玲我演配音师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陈心凌我演 OS 旁白。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呱呱呱呱，吱吱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还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。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哇，终于放学了，我的肚子好饿。咕噜咕噜咕噜，快点回家吃东西。小明，你过来一下。请问老师什么事情？小明，这次考试为什么考那么差呢？怎么可能？不信你自己看看。哦，老师实在对你太失望了。哎呀，老师，你看错了。嗯，什么意思？我是三年一班的王小明，你拿到三年二班张小明的考卷了。哎呀，真的耶，对不起，老师最近半夜都在滑手机，有老花眼了。没关系，我家是开眼镜行，你可以来配多重变焦眼镜，我叫我爸爸算你便宜一点。这个时候，老师的脸上出现了三条线，并且有乌鸦飞过去。啊啊啊！